智慧树星球转啊转，每天都有新的故事发生。哎，小朋友们好啊，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道哥，快来快来，和道哥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故事卡片是什么吧。哇，是纸杯，嘿，纸杯会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呢？一起听一下吧。嘿，小纸盘，你看到我们在泡泡实验室中精彩的表现了吗？哦，嘿嘿，我经常看到你在泡泡实验室中帮助他们盛水和盛各种材料。嗯，不是这个，是我和我另外的一个杯子朋友被一根绳子穿在一起，做成了土电话，可以传递声音。哇，不过我和我的纸盘朋友更厉害。在乔乔手手工屋里，我们被粘在一起，做成了拨浪鼓，还有手鼓，变成了乐器。哇，我也好想被变成乐器呀！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蹦蹦蹦！欢迎来到我们的乔乔手手工屋。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红果果。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绿泡泡。本栏目由孩子的人工智能学习助手阿尔法蛋独家冠名播出。今天呢，在我们的手工屋里呢，我们要一起来教小朋友们做一个纸杯沙锤。哇，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好，今天我们要做的是好玩的纸杯沙锤。哇，这个不仅好玩，而且还很环保，是不是？哎，对对对，我觉得小朋友啊，在开什么这个音乐会的时候，或者是自己班里有演出的时候、聚会的时候，亲自动手来制作乐器是更有意义的啊。好的，那一起来认识一下今天和我们学习手工作品的两位小朋友。大家好，我叫张苗，我今年六岁半，这是我的好朋友。大家好，我叫高以彤，今年六岁。欢迎你们，欢迎。今天教我们做手工的呢是我们的丹丹老师。大家好，我是丹丹老师。手工老师朱丹，来自深圳天使之家幼儿园。好的，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准备好了吗？在做手工之前，让我们先来寻找一下今天所需要的材料。做手工找材料，我们一起找材料，找找找材料，找找找材料，我们需要准备的材料是纸杯、彩带、豆子、彩色胶带。好的，我们的材料呢已经找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请丹丹老师来教我们怎么做吧。首先我们拿一个彩色的杯子，小朋友们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颜色来做，用铅笔在杯子的底部打一个孔，穿好孔之后，我们拿出三根丝带，为了方便将丝带穿进杯子的底部，我们用透明胶缠一下。现在我们把丝带穿进杯子里，泡泡，我们平时见到的这个沙锤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对，我想小朋友可能家里或者是幼儿园里啊，也一定都见到过。但你们知道吗？这沙锤啊，是起源于南美洲的一种乐器，后来呢传入到我们中国。那么在我们制作沙锤的时候，最开始啊，人们会找出这个，小朋友认识吗？这是什么呀？葫芦。对，一开始的沙锤呢，有用葫芦做的，还有用椰子做的。对对。当然了，后期呢，大家为了它的这个美观性啊、实用性等等，也用其他材料制作了不同的沙锤。那今天我们来做这个纸杯沙锤，也很有创意哦。没错，一起来做吧。像这样的纸杯，我们需要两个。那用同样的方法，老师又做了一个。为了让沙锤发出响声，老师准备了这个。小朋友们，你们知道这个是什么吗？红豆。对了，就是红豆。现在我们把红豆倒进杯子里。好，我们在这个
个沙锤里啊装的是红豆，就会发出沙沙沙的声音，对不对？没错。哎，电视机前的小朋友们，你们觉得还可以用什么来代替呢？还可以放石头，石头放进去很响亮。我喜欢黄豆，黄豆放到里面会很清脆。我喜欢用超级粘土，你瞧它是五颜六色的，还可以发出声音。哇，有好多种，对不对？对，但是一定要注意啊，要选择这种能发出声响的材料才可以哦。最后我们将两个纸杯固定在一起，我们用黄色胶带来帮忙。这样我的纸杯沙锤就做好了，我们来玩一下吧。我的做好了，你们的呢？我们的也做好了，一起来看一下吧。哎，我做的沙锤呢和老师的不太一样，比较小，但是很精致啊，很亮，很闪亮，对不对？对呀、啊。来听听声音啊。哇，别看它小，声音还是很大的。对对对，而且我觉得真的是很闪亮，很漂亮啊。谢谢。哎，看看我的，怎么样？虽然简单，但也是一种风格。哎，别说，跟你的服装还挺搭。哦，是吗？听听声音。哦。铃儿响叮当啊，还是有节奏的啊！来，小朋友，来试试你们的沙锤。一、二、三，太棒了！我也给你鼓掌，做的都非常的好看，对不对？是的。那接下来，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这个作品的制作步骤。第一步，在纸杯下面打孔，将彩带粘在纸杯里。第二步，将豆子装进纸杯里。第三步。将两个纸杯粘在一起，这样好玩的纸杯沙锤就做好了。欢迎回来，本栏目指定产品为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澳牧牛奶。哎，刚才我们一起回顾了这个沙锤的制作过程，那么我知道幼儿园里的小朋友们呢也带来了他们的手工作品哦。那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好。剪刀花纸碰一碰，大家好，我叫美妙，今年五岁，这是我的妈妈。今天我要用我的小手做一个粉色公主冰淇淋送给我的妈妈。大家好，我叫安淼，我今年四岁了，这是我的爸爸，爸爸的眼睛很帅，这是我的妈妈。豆子装进纸杯里。第三步，将两个纸杯粘在一起，这样好玩的纸杯沙锤就做好了。欢迎回来，本栏目指定产品为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澳牧牛奶。哎，刚才我们一起回顾了这个沙锤的制作过程，那么我知道幼儿园里的小朋友们呢也带来了他们的手工作品哦。那我们一起来看看吧。好。剪刀花纸碰一碰，我们学会啦。颜料画笔涂一涂，我们学会啦。大家好，我叫美妙，今年五岁，这是我的妈妈。今天我要用我的小手做一个粉色公主冰淇淋送给我的妈妈。大家好，我叫安淼，我今年四岁了，这是我的爸爸，爸爸的眼睛很帅，这是我的妈妈。我的妈妈很美，因为她爱喝果汁。这是我们一家三口做的爸爸牌饮料，你看，来让妈妈喝一口吧。可以啊。
两位小朋友表现得也很棒，他们也将获得本栏目送出的奖品。本栏目奖品是由孩子的人工智能学习助手阿尔法蛋以及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奥牧牛奶提供。祝贺你们，给自己鼓鼓掌。那今天也要谢谢我们的丹丹老师，谢谢你，谢谢。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说出我们的口号吧，一起说：食指拇指棒棒，食指中指硬了，做法剪刀剪剪，我的手指好灵活。